上街吃粉 ，Let's go。下雨啊，雨太大了，衣服都湿完了，到粉店了，因为烧有饭了吧？哎呀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肉就看起来就好吃，还有叉烧呢，还有炸腐竹。烧牛啊！哎，烧牛饭，嘎子怪蛋。你看，这是扣肉，这是猪脚，哇！舀个鸡蛋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我经常来这家店，我加了一个鸡蛋之后，老板又给我加了一个蛋黄给我，嘿嘿，不错哦。今天我们这边下点小雨了，然后稍微的降了一点点温了，但。用我们这边的话来说，就是说，不是干个面嘛，放不是干不叫完。用柳州话来说呢，就是酸辣好吃的这个粉，吃这个鸡蛋了，还有个蛋黄啊，老板送的，肉肉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粉已经吃完了。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因为一碗粉对于猛男来说怎么可能饱，对吧？这是卷粉，烧牛的那个，以外烧牛，我们忘记是吗？哦。出锅，出锅，还得先调呢，是吗？嗯。尝一下，第一次在老家吃这个肠粉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现在来试第一口啊，还不错，主要是它这个汤汁哈。一个，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好像老家不管是煮粉啊，还是米粉啊，还是这种卷粉，它口味都略偏咸的，真的。吃完了，光盘先动，舒服舒服。下雨天的早上，冷冷清清的，现在再来包子店搞几个包子回去，躲回我的小车车里面去先，我的敞篷车，敞篷车 ，Let's go， 回去回去。嗯，来做个肉给你。去吧，你们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吧？我还要吃一碗粥呢。嗯，吃粥从来就没用筷子。嗯 ，OK， 上去了，带他上楼顶玩。走。哎呦，下雨啊！烟雨蒙蒙的感觉啊，哇，终于下雨了，走了，我们下去了，小溪，下雨还在楼顶玩，走下去了，走了下去了。